大家好，这是近期某平台一张预勾过连角的拍卖记录。它是一张平级币，最后以420元中牌，翻了2000多倍。这还不算是最高的。下面给大家讲一下预勾国吧。像一般我们手中拿的都是这种普通的，这里的国字给大家放大看一下，左边的是预勾国，右边的是普通国字。纸币收藏爱好者对预勾国总结了一些规律，这都是在收藏过程中慢慢积累的，供大家参考。预勾国出现在天津厂印制的部分纸币中，其中的27个冠号含3个补冠号。大家看一下屏幕或者评论区，还有预勾国的冠号万位数字是1，而且前3位数减去5除以7可以整除。比如刚才拍的这张，冠号是 PF691-17195，符合万位数是1，前3位691减去5除以7可以得整数98。纸币收藏讲究是品相，评级币一封一价，而且高封币价格不唯一。以上仅供参考，理性收藏，理性投资。感谢大家的关注。